跟着转。早回来了，因为拄到战争啊，日本政府要征调遐大学生去做兵，才让我提早半年毕业呢。忘记啦，你阿哥在跟你讲笑啦。对啦对啦。啊，对啦，你去读政治，读遐尼久，是讲读啥哈？您敢知影社会主义？就是啊，有一个叫做马克思的人，伊提出一个理念，伊讲，伫国家、伫社会内面，每一个族群、每一个人，拢享受同款的权利，承担同款的义务，每一个人拢是公平的，无应该啊，互迄落有权、有势，也是有钱的人来霸占咱的权利。我感觉伊讲了真对，咱台湾人自细汉就去日本人欺负到大汉，为什么咱台湾爱让日本来统治？为什么咱台湾人爱让日本人来管理？应该是咱台湾人来管理台湾人才对啊！阿辉啊，啊，你拄则讲的迄个什么理念，我敢那捌伫倒位听过。对啊，啊，我知影啦，甲中国迄边共产党讲的同款的啦。无唔对，就是因为安尼啦，我才打算去参加共产党，来反抗日本人，站伫咱老百姓的立场，站伫社会主义的立场，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占。哈，稍等下，你拄只讲啥？阿辉啊，你拄啊转来尔嘞，今嘛都要去中国参加共产党，是对啊唔对啊？阿哥，阿妈，我看到我的同学，拢为着因的国家上战场，我想，我嘛应该做过什么啊？虽然台湾人的祖先是对大陆过乌水沟来的，也毋过台湾甲中国400年来无虾米交叉。无论是伫人民的文化，也是族群的思想顶面，已经是两个完全无共款的国家呢。也不过，
为着社会正义的理想，我应该做寡代志。飞呀、啊！恁阿嬷生你阿母，也搁其他的阿姨，拢是查某的，为着要予世界团圆会，才予原本细腻的你，对恁阿母说死。你哦，就千万爱记的呢。世界只有你一个人顶，唔通做戆代志。阿辉啊，你老爸、老母、甲小妹，拢总走去厦门啊！你这个青年人，若是离开台湾，留阮家的老人伫遮，以后拢无人会使挖苦啊！阿嬷，你莫烦恼啦，战争就得要结束啊！我一定早日回来故乡。阿嬷搁食，也无几年啊。有什么三长两短？什么人会来送我上山头？阿嬷，你莫想遐多啦。你一定会吃饱子的。而且哦，我打算将来要为世界起一个家门。予恁百年了后会当安居，我一定会尽力的。阿辉啊，恁阿嬷上疼你啊，你着唔通袂记你讲的话哦。您放心啦。差不多啊，我一定会两早回来。阿辉啊，男子汉，囡仔爱念，将来才会当成做一个好大人。再讲，好在。
我知怎么了？脸色不大好。啊，没什么了。突然想起老家的一些事。哎呀，这谁不想家呢？在毛主席啊带领咱们人民解放军，米平了国民党，赶走日本人之后呢，咱们呢就可以衣锦还乡，或者有肉大家吃，有苦大家扛，没有阶级，人人平等的好日子了。是啊。哎，对了，听说你刚到中国的时候，党部安排你跟一名女同志伪装成夫妻，做情报工作啊？是啊。哦，你呀，怕跟别人一样，日久生情，假戏真做，怀孕误了大事，壮士断腕的就，结扎了。哎呀，这像我就不成了啊！家里就我一个男丁，是不能断了香火。哎，你台湾来的吧？是啊。听说国民党团的七十军是他们占领台湾之后，抓你们台湾人来组成的。前些日子啊，被我们打得溃不成军，俘虏了一万多人。真的吗？后来这些人呢？说也可怜，上面啊就叫他们换上我们的制服上战场去跟国民党对抗，说是以牙还牙。是啊，当当时哪样呢？好了啦，刘荣志，咱别聊这个了。林同志，咱们还要去开会呢。哦，你们先走吧，我突然想起有点事，待会儿就到。那好吧，那我俩就先过去了啊。都是，我这傻子，突然想到什么家事。走了。中国国民党凭什么占领台湾？而且国民党跟共产党的小姐跟台湾人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咱台湾人爱为着因的战争来牺牲？我一定要想一个办法。
主任，您跟我同事求见，说有要事报告。好，请他进来呗。是。林国同志，请。主任好。怎么了？有要事报告。吴主任，是关于那些俘虏的台湾兵。哦，怎么的？我认为啊，人民解放军进攻国民党地区势如破竹，短时间之内必能争霸全中国。不久将来，国民党难免逃亡台湾，所以不要使近万名的台湾兵在前线消耗殆尽，必须调到后方加以政治训练，让他们返台之后做革命的工作，这样啊，对革命才有利。组织一个台湾队，而且一冬来买掉5000下来受训。虽然免上战场，也毋过，这个台湾兵大部分拢还无满20岁，为着要安慰因少年台湾的心，我嘛常常带因去溪底捕鱼啊呢。这些台湾囡仔嘛真无出脱，受到共产党的压力，每一个人相争去做党员，分派的互相争斗，最后煞甲是台湾人来打死台湾人啦！受到他的父亲如何的凌迟，你自己又遭他压榨了一辈子。现在人民当家作主，是你们诉苦和报仇的时候了。报仇！报仇！难道世代为奴的善良百姓，生来就要被你们这些冷血的吸血地主剥削吗？吸血地主！剥削农民，我们该如何处置这反动罪恶极的地主呢？枪毙！枪毙！这还不够，要三万刀报仇之死才可以。对。
少，那就代表在场的诸位也都同意了。既然这样，那每人杀一刀，可不可以啊？可以，可以，决定，决定。谁先来？这么客气呀、啊？那公平点，欧谦。你先抽。到你了，就剩一个了。杀第一刀，我、下不了手，他的媳妇儿在哪呀？在，在这。别怕，别怕啊！你快去跟他说一说吧。如果他不敢杀的话，我合理怀疑他也是反动分子。这跟他有关的人，也都脱离不了干系的。你明白吗？啊？杀！
正牌都亡到台湾，共产党掌握中国的政权了哦，以土地改革之名，对大地主进行无人性的征讨，有的比娃娃怕死，有的你挂皮挂衣，连地到死，连家属都无人敢收留，娃娃要死，共产党以社会主义为名，但是马克思不是讲爱消灭阶级，恢复人性，那呢？在中国的情景？那是亲像在地下，就是因为安尼，我对头到尾拢坚持无爱加入共产党的党员。对共产党完全失望了后，我才觉悟。我不是中国人，我是台湾人，死也要回去台湾死才对。阿嬤，阿嬤，我回来了。阿姑，阿嬤，阿姑，阿嬤，来啊啦，来啊啦！阿嬤，是阿辉啊，阿辉啊，回来啊啦，阿辉啊。妈，阿辉啊，阿妈快，拢消散了吧。中国吃这么多苦哦，没啦，要不我这次是真不简单才逃走回来。逃走回来是怎么啊？这说来话头长啦，以后我有时间再慢慢说给您听哦。这样也好啊，阿辉啊，啊，你第一摆去日本读册读三年外，啊，这摆去中国去了六七年，一摆比一摆搁较久。
啊，那是后一摆嘞。阿妈，你放心啦，我这摆回来吼，就袂阁出去啊。干净呢？你安尼讲，我就放心啊啦。那去年我看到你哦，哦，咱先来煮一碗青菜，甲你补一下。把这几年的魂拢总甲你补转来。对啦对啦，咱赶紧来去。对啦，这两年啊，国民党来台湾了后，还是足侪人的啦。以后阁有足侪人，互伊掠去。到今嘛，拢无搁回来呢。你千万唔通乌白走，知无？哦，这个代志，我伫中国捌听人讲过啦。你放心，我袂乱走的。安尼就好，安尼就好啦。想要请教你。哦，请讲。咱台湾人爱如何才会当拄着蒋介石刮走国民党呢？是歹在讲啊，坐啦。这么惊人的问题，其实喏，阮两个是被国民党抓去，好运死无去的人啊，无唔对啦。国民党占领咱台湾，佫杀死遐尼侪无辜的百姓，今嘛每一个台湾人拢生活伫咧恐怖甲惊吓当中。阮袂使佫目睭紧紧，快苦待咱台湾人，咱要勇敢站出来，甲伊赶出台湾。所以，您想要暗杀蒋介石？阮知影你真爱台湾，嘛认同台湾的主权应该爱予台湾人来掌握。算起来，咱应该是徛伫咧同款立场才对。无唔对啦，咱台湾人应该让台湾人来管理才对。而且，你搁要去中国，真了解地下情报人员的工作。我而且会走来请教你。
这件代志真无简单，若是真正要做的话，必须来好好计划。来，若是安尼，你有啥物打算？第一件爱做的代志，必须。爱找搁较侪有同款理念的人，敢若靠咱三个，绝对无够。你放心啦，也搁有一寡同阮两个同款，互国民党杀无死的人，拢是咱的战友。而且，全台湾恨国民党，是要甲伊拆掉落来人遐尼济，一定无问题。真惊，是武器。我知影日本兵退出台湾了后，应该有留下一挂武器，咱爱想办法给伊收集起来。第三件，就是爱调查蒋介石出入的时间，只有掌握这点，咱才有机会成功。叶哥。这拢需要搁较详细的计划甲安排，千万不通凊彩冒险。好，若是安尼，咱回头来进行。我先联络其他的战友，我来调查可能有日本兵留下武器的所在。好，那是有啥物消息，就赶紧联络。好好，那安尼，我先来去。组织三十多个第二二八事件当中活下来的人，组织一个台湾独立革命武装队，佮收集日本兵留下来钱，暗中调查蒋介石的出入，准备找时间来行动。想袂到，插入阮家甘仔园的武器，竟然被发现。我也因此被通缉，为着避免连累我的家族、亲友，以及彼三十几个战友，我只好选择逃亡。过一摆去到日本，下関東区は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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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ちょっと待て。等一下的，等一下，你不会哭了？知らないか？怪しい。連れて行け！Thank you.
我真无简单才走来日本，即摆又搁把头送倒去台湾，甲伊讲我是政治犯，要求政治庇护，伊却无相信。若是日本政府真正把我送倒去台湾，交国民党，最重要的时刻。我只好结束自己的性命。台湾から指名手配書が届きました。あなたが信じ合うのことを明らかにしました。政治的亡命を与えてあげます。おめでとう。日本に滞在できるようになりました。どうぞ。因为国民党行来通知兵，讲我是叛乱第一司令，我才有机会受到政治庇护，留在日本。就安尼，我借了一笔钱，日时卖米，暗时就到我牵手，爬去你面搭顶，人在困，看天星。欠小行员，搁起一栋五楼的店面，哈哈哈！卖面是为着台湾独立的愿望，只有用家己赚来的钱来做代志，才袂受人影响，贯彻家己的理想。所以，我开始写台湾人四百年史，因为台湾的历史。台湾人必须得明白，我也因此改名叫做苏明。店面的五楼是制作炸药的实验室，用来训练台湾来的地下人员。我一生最欢喜的时间，就是看到这些人把台湾的军用火车炸毁掉。在这个时阵，我真正感觉。台湾独立有希望啊啦！邱学生，どうしたの？どこへ行くの？でも革命の時の終着数、あなたのスタダを見てみると、私がこのままいても何も意味がないと思っています。許して。京子さん、
因为看我甲赚来的钱，一笔一笔寄出去，用来进行台湾的地下任务，以及援助日本的台独运动家。对大陆开始，对日本对我，十年的牵手，感觉前途茫茫，决定离开。手提这本册是啥物？唔知啊。哎、欸，台湾人四百年史。嗯，台湾人四百年史，哎、欸，真也是假啊？哦，我当然嘛是真的啊。我看卖啦。哎、欸，我先看啦。哎、欸欸，我先看啦。哎，我先啦。哎呀，好啊啦。哦。咱做伙看，看啦！台湾人四百年史，伫东京是以日记来出发，汉字甲闽语后来嘛推出。得到真多人的鼓励，也开始了我到美国、欧洲等等的国家来演讲台湾人四百年史，以及台湾民族主义，来推广我的理念。台湾方面，一直等到解读戒严令了后，在1988年。才会当正式出版。也不过，经过这么多年，走去厦门啊！你这个青年人，若是离开台湾，留阮这的老人伫这，以后拢无人会使我靠啊！阿妈，你莫烦恼啦。
战争就得要结束啊！我一定早日回来故乡。阿妈哥子，爸无归。三长两短，是啥物人要来送我上山头？阿妈，你莫想遐济啦，你一定会食饱饲的。而且哦。我打算将来要为世界起一个家梦，予恁百年了后会当安居，我一定会尽力的。阿嬷，受疼，你就唔通袂记你讲的话哦。我无法回去啊！我无法回去啊！在台湾，马上毕业，被审判的时，我的心内并无任何的惊吓，只有愤慨，因为我徛的土地是咱台湾人的土地，我回来台湾。并不是要回转故乡，是为着要推翻国民党这个独裁集团。后来，我成立独立台湾会。开始举办社会运动研习教室，组织独立建国宣传车队，以及台湾大众广播电台，打拼宣扬我的主张。
阿辉啊不好，你当时无法度回来见你最后一面，只有去这个墓园，予你会当来作伴。阿爸，你有看到无？我并无袂记你我讲的话。阿辉啊，去这个所在，予恁以后会当安居。你讲好无？你讲好无？大头盔呀、啊，大头盔呀、啊。男子汉，真正爱聊，将来才会当成做一个好大人，知无？Love.
好，我们刚刚欣赏的是戏剧是由林志远导演也是他写的剧本，然后参与演出的演员有李炫昌、李嘉文、郝继良、林玉贤、林志伟、李新培、胡庭元，服装设计师陈少奇先生。我们刚刚从戏剧里头就这样经历，跟着剧呢经历了史林老师的一生从年轻出发到日本，然后呢又投入就是中国呢追求那心目中的马克思主义的那个理想的国度，那彻底的绝望之后呢又回到台湾，回到台湾之后呢又看到了这一个台湾的惨剧，就是228，然后呢一样又被通缉呢，就是变成国民党眼中的叛乱的第一司令，从此呢又是流亡到日本，那在日本也就从事这一个就是地下的工作，一直尽他的一生那在这个期间呢他也完成了这个台湾人400年史，然后再度在1993年回到台湾。那我想这么一个小时的剧里头非常清楚，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自己从史林老师一生的岁月，我们也知道我们很清楚我们自己台湾的历史。那我们各位就是请休息10分钟，我们下半段的这一个文化论坛呢即将就开始，好，谢谢。